哇，好漂亮，有难度。哇，这家好走的路，你看。好，大魔王啊！我已经走了比别人轻松的路了，不过还是觉得上去有点难度，切上去吧。最后体力都要放在这里。慢慢走，还好没人踩死吧？啊？哦，那看爬那个真的好。这个我确实两次才走到上去。是啊，反正这一条没我的事啊。不拉绳子，没有力气了。干，这会滑吧？有人下来了哈。嗨，我等一下你下来好了，等等，佳佳，好，谢谢。我走不动，我只到那个建龙营登山口那里。建龙营登山口。对，我走不动我就回来了。木筏木筏会不上，就是木工了。你要开
还没到顶哦。我已经到顶了。那是上面的、啊，还是还没？看到上面了。好，哦，太喘了。哦，看到上面了，可以了。最后20公尺，啊，不止。哎呀，20公尺。啊？怎样？转向比较省力哈、哦。不对，又有20公尺。OK， 最后10公尺。干！哇，可以，可以 ，GoPro 还在用，算了，哎，让没有力气管，可以啊，